好，向委员会报告，我们现在开始由议事人员宣读协商结论，请宣读。宣读协商结论：第一案照案通过，第二案照案通过，第三案保留，第四案保留，第五案通过，第六案修正，将倒数第三行不必再需连结到其他机关网站删除，请以照案通过。第七案保留，第八案通过，第九案修正，将倒数第五行延请行政院改为延见请行政院。第十案通过，第十一案保留，第十二案、十三案、十四案均通过，第十五案保留，第十六案、十七案通过，第十八案保留，十九案、二十案、二十一案均保留，二十二案修正，修正倒数第二行。延提案这边，延提案金管会鼓励各银行各项纾困贷款，请以照案通过。第二十三案保留，第二十四案通过，第二十五案修正，修正第二行，请审计部这边，请审计部依行政院提出半年结算报告及年度会计报告后，对本项特别预算执行情形进行查核，然后提书面报告。二十三号重新更正，二十二号说金管会鼓励各银行严要求重新。二十二号是倒数第二行这边原提案要求金管会鼓励各银行。对呀、二十六案修正，将倒数第二行，将 ATM 这边开始修正为，将财经公司所收之 ATM 转账手续费于疫情期间减收40%，请以照案通过。第二十七案保留，二十八案通过，二十九案修正，将倒数第二行最后以成效这三个字删除，请以照案通过。第三十案修正，修正倒数第四行，延提案要求政府这边改为延提案要求未来政府追加编列预算时，应参照从应参照开始修删除到，从延提案这边开始修正为延提案要求未来政府追加编列特别预算时，请各部会横着地方政府紧急事项人力调配及经费应用之需求，编列相关补助款，请照案通过。第三十一案、一百二十九案合并，以三十一案为主，修正从延提案这边从第五行中间延提案这边开始修正为延提案要求小规模营业人贷款还款期得展延至三年，如使用中央银行专案融通资金，贷款利率得维持1%，请以照案通过。第三十二之一案修正，将倒数第三行规定在一定金额以下逗点后这些字删除。三十二之二案修正，将倒数第二行相关明细的明细两字删除。三十二之三通过，三十二之四保留，三十二之五修正，在第一行特别预算之后加追加预算，然后按就是整个是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案。第三十三案修正，将最后第二行停增改为减增。第三十四案、三十五案合并，以三十四案为主，以倒数第二行，以倒数第三行这边，也要求国家发展委员会会同经济部、劳动部等相关机关，以两个月内，针对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等等等等，然后到最后是提出书面报告。
第三十六案通过，第三十七案保留，第三十八案修正，将倒数第二行应有改为应延役，其已照案通过。第三十九案保留，四十案修正，将第四行中间这边然然后逗点开始修正为未免误解对特定，然后继续下去没有动，然后过来下一行切可一提改为即可一提，再过来倒数第三行恐有不公平之处，这一句话删除，其已照案通过。四十一案修正倒数第二行政策性贷款金额与陈述，其中金额与这三个字改为保证，其已照案通过。四十二案通过，四十三案修正将第四行补贴方案应改为，这个应改为延役，其已照案通过。四十四案通过，四十五案保留，四十六案保留，四十七案、四十九案到五十五案合并处理，以四十七案为主。修正第一行广序这边应该是根序，然后倒数第二行应该那个应该是延要求，过来以两周内改为以一个月内，然后最后一行的退场计划删除改为书面报告逗点，以保障个人隐私权益，请照案通过。第四十八案保留，五十六案、五十八案合并处理，以五十六案为主。修正将倒数第三行原冻结该预算一亿八千六百五十八万这个删除，然后下来修正为请内政部提出具体，然后点点点点，然后并向本院提出书面报告，继续这样通过。第五十七案、五十九案、六十案、七十、七十一案合并处理，修正为内政部警政署应确保严谨手续防疫装备之充足，并合理分配严谨勤务，避免过劳，为提高资讯透明度并利各界了解防疫装备数值性，应定期公开各项物资分配情形，以确保严谨执勤之防疫安全。提议第六十一案、六十三案、六十四案、六十五案、六十七案、六十八案、六十九案并案处理，修正为内政部以本追加预算案之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计划编列三亿六千五百零三万五千元，向下编列补助地方政府办理居家检疫者各项服务措施手续金额一亿一千一百二十万元。居家检疫为防疫防线之重要一环，急需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为提供地方政府进行居家检疫之经费协助提供防疫量能，原提案要求内政部应尽速于两星期内完备补助地方政府居家检疫相关作业要点之法制作业及第一期补助款拨付事宜，另未有效掌握居家检疫者之名单及行踪及其是否确实配合各项防疫措施，应督促地方政府落实追踪确认及健康关怀机制，以巩固防疫成果。第六十二案修正将倒数第三行延迟这边开始修正为延迟要求内政部加强督导地方政府执行居家检疫之最终确认及健康关怀，以落实居家检疫工作，有效防止社区传播的发生。第六十六案修正将计中津贴金修正为补助费。第七十二案、七十三案、七十五案合并通过，以七十二案为主通过。第七十四案修正改为书面报告。第七十六案、八十七案合并
以七十六万为主，以七十六万这边修正倒数第二行，教育部这边修正为教育部应尽速于二周内办理，予以照案通过。七十七案、八十六案、八十八案、八十九案合并，以八十六万为主，修正为依八十六万，然后在最后再加一句话，并于一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第七十八案、七十九案、八十、八十一案、八十二案、八十三案、八十四案、八十五案合并处理，以八十五万为主，依八十五万修正最后一行加一句话，并于三周内提出配套措施。第九十九十一案合并处理，以九十案为主，以九十案这边修正，倒数第二行这边原提案要求教育部以两周内，然后予以照案。第九十二案修正，从倒数第二行也这边修正为，并要求教育部延以从今年六月，然后以下都一样。第九十三案修正，将一周内改为一个月内。第九十四案修正于那个倒数第二行专区网站这边刮胡加一个去识别化。第九十五案修正于倒数第三行两周内改为一个月内，然后提书面报告。第九十六案提书面报告，九十七案以倒数最后那个站的后面加一个刮胡器识别化，然后提书面报告。第九十八案保留，第九十九案保留，一百案保留，一百零一案通过，一百零二案修正，将一周内修正为一个月内。一百零三案、一百零四案均通过，一百零五案修正将一周内改为一个月内，一百零六案、一百零七案均通过，一百零八案修正将两星期内修正为一个月内，一百零九案、一百一十案、一百一十一案、一百一十二案、一百一十三案均通过，一百四十四案修正。从倒数第三行这边延迟要求开始修正，延迟要求经济部延以消费折扣及发放现金利弊选定最佳方式推动振兴措施。一百一十五案、一百一十六案、一百一十七案、一百一十八案、一百一十九案均通过，一百二十案修正将倒数最后的宣传办法改为一个办法的改为做法，一百二十一案、一百二十二案均通过，一百二十三案将倒数第二行业营业额开始到最后均删除，一百二十四案修正将倒数第四行的原提案要求改为原提案建请，然后刮胡三每周改为每月，一百二十五案保留，一百二十六案修正。将第二段第二行经济部这边改为加经济部前面加建请两个字，然后就是改为建请经济部应以财政部和劳动部建立勾稽制度，以利后续依照办法内规定应遵守，然后点点点。一百二十七案修正，将第六行的经济部虽也规划一九八八，然后马上办服务中心之这几个字删除，过来倒数第三行的马上办服务中心删除，最后第二行的评估采分级分流模式运作之可行性这几个字也删除，予以照案。一百二十八案保留，一百三十案通过，一百三十一案、一百三十二之一案保留，一百三十二之二案
保留133案，保留134案通过，135案修正。在倒数第二行，应主动的前面增列，针对税额证明文件取得困难之个案，其照样通过。136案通过，137案修正，将一个月改为三个月。138案修正，将第二行以月为基础改为以三个月为基础，然后过来每月改为三个月。139案修正，将第四行规划这边改为与地方政府合作，然后过来是盘点所有房间数及及早因应点点点这样。140案修正，一个月内改为三个月，然后提书面报告。141案从倒数第二行原件请这边改为原件请主管机关交通部观光局评估并综合考量营运资金补贴合理性，以让补贴金额能实质记住业者。142案原提案要求应改为原提案建请。143案倒数第三行应并重三个字修正为建请。144案倒数第二行要求改为建请，然后过来民宿业者补助应该两个字改为采，齐头式的纾困这样子。145案146案147案148案149案150案151152均通过。153案156案保留。157案158案159案均通过。160案倒数最后第二行每季改为每年。161案通过。162之1案保留。162之2案保留。163案164案169案170案171案172175合并处理，以164案为主修正。倒数第二行原要求卫福部重新研议补助，一是人员津贴申请作业须知，然后制定合理之津贴标准点点点这样子。165案照案通过。166案174案第200案合并处理，以166案为主，在166案修正最后一行，修正倒数第二行的原提案这边开始修正为原提案要求卫福部应于七月底前将一至三月份防疫相关工作人员绩效奖励金发放完毕。第167案修正，在最后一行之一是人员后面加列领取散开津贴几个字。168案修正，倒数第三行，机关署应研议检讨执行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医疗照护及防治发给补贴津贴及奖励要点之清洁人员部分，然后说明这边的说明的第四行，的说明的第三行呢，中间这边重新拟定改为重新研议检讨，然后到重新研议检讨执行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医疗照护及防治发给补贴津贴及奖励要点之清洁人员部分。第173案修正，倒数第二行的
除日后这边的前面加未来除日后，然后照案通过。176案、177案照案通过，对178案、204案合并处理，以204案为主。修正204案这边提议书最后一句，向立法院财政及卫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179案修正，将倒数第四行，从倒数第四行这边开始，原要求这边开始修正为，原要求卫福部尽速更换药剂损坏硬体设备，括弧包含健保读卡机，然后括弧过来顿点，针对药品分配不均提出具体改善解决措施，向民众宣传三同药品正效具体方案，包含提成方式，并于两周内向财政及卫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180案通过，181案修正，移倒数第四行，原提案这边开始，原提案要求政府成立，改为原提案要求政府研议成立，请照案通过。182案修正，将倒数第三行建请卫福部这边开始修正为，建请卫福部评估实际需要，适时扩大弱势津贴发放对象，以此加惠基层族群。183案修正，将第三行的前面删除，然后硬体设备的前面加损害两个字，然后过来括弧包含健保读卡机，然后逗点，尽速完成引号口罩销售金额扣除包装补贴费用后再上缴，并于两周内向立法院提出书面报告。184案修正，从倒数第二行并扩大开始修正为，就经济状况不佳之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这个什么？据入住防疫旅馆需求者得免收费入住集中检疫所，且请地方政府协助媒合选择入住费用，为高于集中检疫场所收费之防疫旅馆入住，其予照案通过。185案、186案、187案、188案均通过。189案、192案合并处理，以189案为止修正。从倒数第二行卫福部这边开始修正为，卫福部应督导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加速审核作业，以备齐资料30日内完成，并依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隔离及检疫期间防疫补偿办法规定办理，以维护民众权益。190案保留，191案、193案均通过。194案修正，将第三段原要求卫福部改为建请，然后这一行的最后需明定改为宜研议，请照案通过。195案修正，第二段从建请卫福部这边开始修正为，建请卫福部督导直辖市、县市政府于疫情期间提供家庭支持服务。然后第三段建请卫福部这边修正为，建请卫福部督导直辖市、县市政府增强早期，然后点点点点。196案通过，197案修正，最后一行的每周发出这边开始修正为，每周发出因应疫情急难纾困金支人次金额，以利追踪因应疫情急难纾困发放情形。198案
从倒数第三行，请卫福部这边开始修正为，请卫福部要求该财团法人于一个月内提出成立以来迄今之工作成果报告及检讨改善计划，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199案、207案合并处理，以199案为主。从修正倒数第二行，译音改为演译，然后支管道的后面加可行性，予以照样通过。201案修正。第二段，原始建请卫生福利部考量基层诊所及第七医院协助防疫的贡献多点，包括承担急性未分化症状病人诊疗风险及分担居家隔离及居家检疫民众之医疗照护等案，然后研拟合理奖励方案，并主动关怀弱势诊所的需求，提供有效之纾困措施。第202案修正，将第二段第五行从根据这边开始删除到首席经费，然后第三段中善手术开始修正，建请卫福部协同经济部，然后过来倒数第三行，并且将相关整合之资讯于网站上公告之，其已照案通过。第203案修正，将第二案的倒数第三行2亿3000元修正为2亿3000万元，然后第三段的第二行病情卫福部这边修正为病情卫福部必要时得会同内政部，然后第一段的那个第三行，无家保劳农移工等职业保险改为社会保险。第205案、206案、208案均照案通过。第209案修正。将第七行原提案这边要求改为建请，然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检讨立定这四个字改为研议，其已照案。210案修正，将第四行的后半段这边发布对境外入境人员全面集中隔离检疫全面普筛改为是疫情发展事实评估调整政策，其已照案。211案、227案合并处理，以211案为主，修正第五行原提案这边开始修正为原建请财政部将109年度之基层诊所医疗费用标准调整为85%，以协助所有基层诊所的医护人员能安心抗疫。此外，药师人员也在此次防疫作战中贡献甚深，亦应当给予奖励。健保药剂之所得，建请财政部研拟将原先94%之成本认定提高至96%，以减税达成实质纾困效果，其已照案。第212案、213案均通过。214案修正，将第三行的24.7亿改为17.7亿元。215案修正，第二段将3个月改为6个月，然后在保险制度这边开始修正为保险制度之可行性评估书面报告。216案照案通过。
217案将第四行的基本工资之75%刮胡约1.8万元修正为一定金额。218案修正将第二段第四行金查这边开始修正为金查由本国银行办理为获经济部利息补贴而由文化部给予利息补�贴之案件为13件，然后第三段的最后一句话严厉较低门槛之方案修正为能加强辅导与协助以利顺利申贷。219案通过，220案撤案，221案至223案合并处理，以221案为止通过。224案保留，225案修正，将最后一行的分批终止改为检讨。226案修正，将最后一段第一季的应办理60万这边开始修正为协助申请优惠利率贷款，对销售佣金收入减少达15%者，这边修正，然后其余的照案。228案修正，将倒数第四行请财政部这边开始修正为请财政部研议多元管道向小规模营业人宣导相关资讯以积极协助人等等等。229案修正，将第二行的协调整合改为督导公股银行配合各部会融资方案利率期限等等等。230案修正，将从提案这边开始延迟提案，建请财政部将公益彩券加码7亿元作为奖金支出，以助公益彩券商度过疫情难关。231案、232案、233案均通过。234案第三行后半段修正为建请劳动部研议为投保劳保之后到点点点。235案、236案均通过。237案将第一页的2周内改为1个月内。238案修正，将第三段的第二行建请劳动部于疫情结束后针对突发调降，然后点点点，到最后倒数第二行之事业单位予以关心协助，然后据点完毕。239案、240案、241案均通过。242案保留，243案通过，244案撤案，245案、246案均通过，247案保留，248案、249案通过，250案修正，将倒数第三行的检讨改为检视，然后倒数第二行的1周改为2周，其余照样通过。251案、252案均通过。253案修正，将倒数第三行的应要求劳动部这边开始修正为应要求劳动部考量都会原住民之需要，检讨安心及时上工计划之资格条件。254案修正，将倒数第三行的延要求劳动部这边开始修正，延请劳动部延议放宽安心及时上工计划之申请资格。255案修正，将倒数第四行延提案要求劳动部这边这计划修正为延提案要求劳动部以1周内延议决定是否
提供本专案劳工纾困贷款，然后点点点，257案、258案、259案均照案通过。先读新的提案，第一案保留，第二案、第四案合并处理，以第二案为主，修正倒数第五行，从倒数第五行即刻检讨这边修正为即刻检讨放宽对弱势民众在疫情期间申领条件，同时简化申办流程，免去民众准备相关书面资料的困难，然后点点点。第三案并入第255案，第五案通过，第六案倒数第二行的三日改为一周，第七案修正倒数第四行要求行政院这边修正为要求行政院会同财政部应在一个月内应召集，然后点点点。第八案修正通过，修正第六行开始，因此要求这边开始修正为，把要求修正为健全，然后过来下一行的主管机关，这个因尽数，这个因不要，然后在尽数的后面增列研议补足基层医院诊所所需之 N95 口罩，然后再过来下一行，并在一周内这几个字删除，然后修正为必要时得召集各地医师工会等等等。第九案修正将倒数第七行中间建议行政院，这个行政院删，行政院与这四个字删除，然后过来财政部等主管机关应调整，这边中间加应研议调整，其已照案通过。第新决议，新组决议第十案通过。先读临时提案，第一案修正第三行，并参考这边开修正这一计划为，并参考卫福部107年卫部故制第10719600075函所示，然后点点点。第二案修正将原提案，提案两个字修正为原建议卫福部以两个月内研议增加偷医人员，然后点点点。第三案修正将案有的这个倒数第二行规划建立网络纾困平台，平台两个字改为专区。第四案通过，临时提案第九案通过，先读完毕。报告委员会，各相关的行政部门，还有一些要更正的，来过来过来，我们再等一下下哈，来。跟着100案，100案原来是保留，然后经相关机关协调后，改为修正。那个倒数第四行，原此要求中央银行研议于三个月内，然后以三个月内提出相关具体规划，然后点点点。
宣读新决议第七案第三行要求应修正为要求行政院与卫福部会同财政部应在一个月内然后其他点点点宣读完毕好这个向委员会报告协商结论刚才议事人全部宣读完毕那么也经过我们行政单位啊也再三的来给我们 confirm 我们就这是我们完整的协商结论请教各位对协商结论有异没有异我们照协商结论修正通过那么审查结果报告文会审查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案除照协商结论外其余部分均照列另债务之举借随同协商结论简列数调整税出正式别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请问各委员对审查结果有异没有异我们通过针对审查结果做如下之决议行政院函请审议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案业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的时候由本席补充说明另外这一次的联席会议事务由本席核对后确定请问各委员对以上决议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让委员报告这个这一次的会议的议程全部进行完毕我们散会谢谢